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夢想成婚，我是主持 Amanda 霍彩玲。講起結婚呢，中式的禮儀當然不少得的了，所以今天很開心請來華姨跟大家聊聊天。 Hello 華姨你好啊。 Hey Amanda 你好。剛才講過結婚的時間裡面，我們作為中國人很多一些的即結婚裡面的禮節絕對不少得，不過這家年輕人很多時候都不會太熟悉的嘛。其實我想問一問華姨，其實這家香港裡面大部分結婚的人是不是都是多多少少都會有做這些即是中國的傳統儀式的呢？跟著現在那個潮流的趨勢啦，很多年輕人都喜歡回一些傳統的禮儀的。這個也很重要的，因為我相信除了他們自己可能想試一下之外，家人也有需要的嘛。但華姨，我知道你在這個行業做了很久了，這個大妗姐裡面都很出名的了，我想知一知其實你做了多久的時間，還有當中裡面你是不是一旁就是做大妗姐的？我做了有七八年的了。是啊是啊。我一入行呢就是都是之前上一代都做開啦，咁啊個天又俾福我添多個孫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天意俾我去將呢個行業去發揮咯，發揚咯。頭先你講過咧，你又添咗個孫啦，咁有啲人會覺得，咦，其實咧做呢個大妗姐咧，係咪需要呢一個哇好有福分啊，又要屋企齊齊整整啦，兒孫滿堂啊，家庭關係好良好啊，甚至乎四代同堂啦。咁華姨可唔可以講下咧，本身其實你個背景係咪咁樣，或者對呢一方面有咩睇法咧？其實你都講得幾啱喎 ，Amanda 嚇。咁講翻我自己本人啦嚇。咁我就係四代同堂嚇。咁四代嘅意思即係上有高堂啦，夫妻和睦啦，有兒有女啦，咁添咗孫啦，咁數緊嘅係四代咯。咁就四代同堂，咁其實就即係所謂嘅全福人啦。咁亦即係我哋一般叫嘅好命婆啊咁樣。其實能夠成為好命婆呢，首先真的很不容易的，因為真的要尤其是可能華姨你們的年代時父母的年紀都不小了，變成有很多人可能他自己的婚姻上能夠維繫到也很不容易了，跟著自己的仔女到自然有了孫呢，真的十分之不容易，也都是為什麼那麼多大戶人家呢都有時要求呢這些的大妗姐需要呢就是就是好命的人士去幫他們的家人就擔當這個大妗姐，希望將這份福分呢就遺傳下去的。剛才提過你講過呢，你剛才不是你家人之前也有做開這個行業是嗎？即是你繼承了這個家的工作，會不會其實也都當中裡面有很多的禮節啦，又或者忌秘忌啦，都可以能夠傳到給你呢？會有的，會有的哈哈。咁至於禮節方面呢，咁譬如以前來講呢，可能是講回回門呢，可能會是穿回褂會 回回門的，但現在現一代呢我們不會穿褂的了，我們會換便服，好像回外家那樣，穿回件整整齊齊 的禮服，這樣 回家就可以了。其實這些都很重要，而且我相信因為你上一代都是做這個行業，對很多新人來說都是信心的保證來的，因為起碼你很熟悉先，因為很多時候一些傳統的禮儀因為時間過去很多時候都會失傳了，又或者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特別地留意，變成可能你現在都做的不過就不得齊全咯。我當然很想問一問華姨，其實結婚的時間裡面有分結婚當日和結婚之前都需要大妗姐的出現的，可不可以講一下究竟你要做些什麼先？首先講一下這個的結婚之前，即可能會過大禮啊，或者之前要做些什麼，跟我們的年輕的觀眾又談一下大家都知道了，當一對新人呢去到談婚論嫁階段當然即係我哋會係擇日子啦嚇，擇翻個良辰吉日咧，咁大家做喜事啦嚇。咁擇日子裏面咧，我哋會擇個大禮日子嘅，個大禮啊、安床啊、上頭啊、搬嫁妝啊，咁同埋咧結婚迎娶嗰一日啦，咁樣嚇。咁首先咧擇咗日子之後咧，一段婚事嘅開始咧就係個大禮啦嚇。咁好似睇到我哋台面上面㗎啦。大家都會見到有個禮金盒啦，禮金盒上面有禮金利是封啦，有百年好合嘅禮盒啦，咁有雙喜嘅利是封啦，咁樣大家都見到有啲匾牌喺度啦，即係寓意佢哋咧長長久久啦，
和和氣氣咁樣樣咧，你個夫妻和睦嘅意思啦。咁華姨，其實呢啲係好新鮮嘅事情，你其實咁唔熟過，但係你使乜咁樣，即係咁樣嘢包住咪得咯？咁點解要做到咁有呢一個傳統嘅感覺？同埋咧，每一件事咧，係咪都有獨特嘅意思嘅？譬如話呢啲喜字嘅禮事風啦，咁同埋呢一個嘅頭先雲夢咗扁塔，係啦，咁呢個咧係好少見嘅一個植物嚟嘅，可唔可以詳細講解一下每一樣嘢嘅意思係點樣咧？咁我哋過大禮嘅意思啦，即係迎娶嚇，迎娶個女兒過門啦，係咪？咁我哋未來女婿啦，叫做嚇，咁都要一番誠意嚇，呢個係尊重同埋誠意嘅表現咯。咁就一番誠意咧，咁啊向你女兒咧提親啦嚇，咁啊送上大禮啦。咁當然我哋當中亦都會有椰子啊、生果啊、禮。餅啊，龍鳳餅啊，龍鳳粥啊，咁海味啊，酒啊，咁呢啲唔少得噶啦，係嘛？咁啊，浩浩蕩蕩咁樣送去女家嘅嚇。咁講翻呢度咧，即係有啲人又可以話做得簡單啲嘅。咦？咁我一封包羅萬有利是咪 OK 咯？聽得最多呢啲，聽得最多係嘛？係啊，包羅萬有利是咁樣。呢啲通常咧就係俾一啲比較唔願付出嘅人，點解叫唔願付出咧？好似係好方便喎，有時都唔明嗰啲又點解呢啲又要封叫咩名堂，跟住封嗰啲又咩名堂，搞到好亂啊！不如一次過一封搞掂曬啦，一封過簡單化咗，簡單版咁啊變咗好似咧去到咧咁啊喺個褲袋度牛仔褲袋度攞封攞利是，包羅萬有啊！咁啊想搞掂啦，想攞咗人哋個女翻嚟啦，咁樣樣係咪？咁其實即係都係講翻頭先，即係嗰個誠意嗰個問題咯，誠意同埋尊重咯嚇。咁當然啦，個女養咗咁大，係嘛？咁即係雖然即係話啫，嫁個女又多個仔，係嘛？咁都希望俾啲親戚睇下、見下都開開心心，大家呢個婚事嘅開始啦，大家開心心咁樣樣咯。其實我都幾認同嗰個開開心心嘅感覺嘅，因為即係講笑咁講，啲女仔話唔係喎，我其實我好想嫁嘅，我自己就走去即係嫁咁滯，但係都唔係呢一個問題，而係話有時咧係一個嘅即儀式啦，或者譬如起碼影張相，哇好多嘢喺度，而實物嘅就唔係一張利是，學頭先華姨講話一個利是，好似。你冇咗個紀念嘅價值，同埋咧，將來你嫁嘅時間裏邊咧，再大啲啦，同你仔仔女傾嘅時咧，唔係啊，媽咪結婚嘅時間裏邊咧，我做足曬所有嘅儀式，睇張相啊，每樣嘢啦，可能對你將來嘅細路仔都係一個比較新奇嘅事情，亦都能夠將呢一種即係傳統嘅即係文化啦，能夠可以代代相傳啦。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真係唔好慳啊！即係雖然包羅萬有禮節真係幾方便，但係就真係冇咗嗰種開心咯，因為我相信就算譬如你送到去到即係女家部分咧，有咁多嘢擺咗喺度咧，大家都會有個開心嘅感覺，就唔好似就拎住張呢一個利是就利是封我 OK 啦，包羅萬有噶啦，俾咗你噶啦，我咁樣樣。咁所以呢個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同埋譬如頭先講過啦，即係呢啲類型嘅扁柏，呢啲嘅一啲嘅植物啦，其實相對地都有啲特別嘅意思嘅，係嘛？都係一個祝福啦，同埋有少少催旺新人啦嚇。辟邪啊咁樣樣咯，因為其實都好重要噶，同埋我知華姨好好啊，今次特登咧買佢翻嚟咧，係點解好新鮮嘅呢個？好新鮮噶，好新鮮就翻嚟，大家可以見到咧個扁拍裡面咧見到好多籽啊，係啊係啊，我啱想話點解同一般我見嗰啲好唔同，因為一般見咧通常就淨係得啲葉，點解好多籽？係咪講緊年生貴子嘅意思啊？寓意緊咧就係年生貴子啦，咁啊有仔有女啦，係咪？大家可以睇到咧，好緊要呢邊係啦，我哋擺過少少呢邊，好靚。係啦，我可以幫拎住俾大家望一望啦。咁呢個有啲紙啦，其實相對地咧，喺呢個扁盒裏邊，一般我哋見到嘅係啦，呢度啦，見唔見到啊？有啲紙喺度，咁啊年生貴子啦。其實好多嘢啦，我相信最大咁整嘅時間裏邊咧，要去處理嘅啫，就係令到所有嘅事情都係十分之吉利啦，同埋有好嘅意思啦。這個就係你哋最主要的工作啦。咁其實除咗頭先講嘅過大禮之外啦，有冇之前都需要啲事情要大鑑姐幫手㗎？其實有的，譬如安床啦，安床大鑑姐亦都幫到手啦，係咪？咁安床嘅意思係咩咧？就即係話寓意安咗床之後咧，對新人咧就事步高升啦，亦都希望咧
床也是一個繁衍子孫的地方啦，咁啊望佢哋咧就早生貴子啦，嚇誒添子添孫啊，有仔有女咁啊，即係老人家又開心，自己又開心啦。呢、這個都緊要，但係我成日喺個腦裏邊咧，最經常有個畫面就有細路仔跳咯。係啊，呢個興唔興㗎啦？都有的，我盡量咧同啲新人安床咧，我都會叫佢哋安排兩個小朋友。係咁啊，最好咧有仔有女啦，係嘛？我哋鋪咗張龍鳳床、龍鳳被之後咧，咁啊安排兩位小朋友喺床上面跳啊跳旺張床佢，嚇、越跳越興奮，係啦。哦，這個、呢個都係啲嘅寓意啦。係啦，咁啊早生貴子嚇，子孫昌盛。係啦，呢、這個都緊要。咁當然啦。這些呢很大部分你會聽到很多時候都是你父母更加開心的東西因為大金仔我覺得是幾個橋梁，就是新人和雙方的父母中間裡面一些禮節上面的提醒，又或者你協調兩方面的家人，因為始終新的一輩的朋友有時對一些禮節或者一些老人家很著意的東西可能就會比較看得比較輕一點，但老人家不開心有時做少了，可能之後呢作為未來的新抱你就麻煩了，因為講成世就是講這些東西，所以有時真的要少少部分裡面不要節省，要找一些專業的大禁者他們給你意見你去處理，當然實際的情況可能譬如床啊那些可能未必咦我真的找不到細路仔跳，或者未必實際地處理，但是可能呢懷疑你們都會有一些意見，可以又有吉利的意思，但又可以就著實際的情況而慢慢我們叫做去協調的，是會因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要求都會有些不同，是吧？那我們會有一些意見提出或者給意見對新人的，他們通常都很接受，通常都很聽話的，是不聽話不行嘛因為有些什麼事影響到婚姻就不好了，是不是？當然了，除了在這個婚禮之前聽到大金仔要做些什麼之外，結婚當日辛苦你們了，由朝到晚了，那可不可以簡介一下其實你們當日裡面要做些什麼工作的呢？結婚那天就開心了，咁啊一早咧，咁啊姑娘啦嚇，咁啊係新娘子喺度化妝之前咧，大金姐咧已經嚟到咧就打點茶水噶啦，打點茶水睇下嗰日誒斟茶啊、蓮子啊、紅棗啊準備好未啊咁樣樣嚇，咁啊到阿新郎哥上到嚟迎娶新娘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幫佢安排嗰、那個敬茶啦嚇，咁、我哋亦都會同佢做一個中式禮儀嘅，中式禮儀即係講緊嘅係咩咧？拜天地啦，拜天地除咗喺呢個古裝片都會見到佢哋拜天地之外，我哋現代人點樣拜天地咧？我哋現代人啊，我哋嗰套拜天地咧就一拜天地咁樣咯，係啦，即基本上佢哋喺屋企人前邊做嘅。我們會有一張叫做天地桌的，天地桌上面我們會擺龍鳳竹啦，對龍鳳竹啦、龍鳳餅啦、花啦、生果啦，即係好似我睇啲古裝片咁。係啦，其實真的差不多嘅。你諗翻起咧，真係我哋講緊啲粵語長片。係啊，即係嗰個蠟燭咧，一對龍鳳竹咁啦。係啦，咁啊三杯茶啦，加上大琴姐，係啦，最叻就係大琴姐把口啦。喺呢啲時間裏面一定要出場噶，呢啲我一般人辦唔到噶。頭先你嗰下一拜天地咁咁嘅氣勢，我哋好難做到噶。除咗拜天地之外咧，跟住第二個步驟係點樣咧？咁同佢行完呢個中式禮儀，拜天地、拜祖先啦，咁啊向相親敬啦，係咪敬相親啦？然之後咧，阿華姨咧都會玩翻好似有少少復古嘅味道咁樣，佢同佢哋咧夫妻交拜嘅。係啊，呢個係好緊要嘅。夫妻之前咧嗰啲畫面咧就有笠住個頭啊，跟住拎住嗰個即係繡球之類，跟住就咁樣一齊咁樣。咁啊，即刻大家咧好似墮入咗喺嗰個傳統嗰個氣氛裡面咧，就係、是相當是值得回味的。其實我想知道，即你過往裏面都曾經幫不少的新人做過這個儀式，大家有沒有興奮的？興奮的，即使是一對新人當然興奮，連周邊的爸爸媽媽見到，婆婆嫲嫲爺爺見到，姨媽姑姐阿舅父他們兄弟姊妹全部是人，是一齊喜慶洋洋的，是滿堂吉慶的。其實這件事我們也是希望做得到的，滿堂吉慶嘛，不是只是你兩個人的事，其實是整個家族的事，
咁樣樣。因為呢個畫面咧，除咗大家喺我腦裏邊記住之外咧，而家好興 video 噶嘛，你都將佢錄低咗，慢慢可以細微。咁好多時你都明白，家庭嘅成員都咁上下傾偈犯罪嗰陣傾啲咩啊？都係傾呢啲嘢嘅啫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少做一啲嘅步驟，或者做得唔夠傳統嘅話咧，你唔會知道你其他嘅親戚會點諗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咧，亦都會令到咧啊新人點解咁著重揾大冚者，因為可能知道長輩屋企人附近啦，咁都會有一啲唔同人有唔同嘅要求，最好做足就包冇錯啊嘛，係咪？係係。最緊要開心嘅成個過程，我聽到都覺得好興奮喎！呢個夫妻交拜，我嗰時嫁嗰陣都冇做啊，咁變咗係一個即儀式咧，我係原來做咗，你嗰刻未必會覺得。即係好大好大好大興奮，但你冇做咧就爭一啲嘢，咁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啦。當你籌劃緊你自己婚禮嘅時間裏邊咧，呢啲嘅傳統儀式會唔會喺你結婚嘅時間裏邊都會做翻咧？好啦，當咧處理咗呢一個即係夫妻交拜啊，處理咗之後咧，咁我都敬茶噶咯喎，敬茶又係咧大冚仔最叻嘅地方，一攆嘴可以講咗好多吉慶嘅説話，我覺得懷疑你要表演一下咯。咁啊未必話真係太多太多會講得好長嘅一番説話嘅，咁大家因為當時咧，爸爸媽媽飲嗰杯茶咧，大金仔其實都知道，大金仔其實都感受過呢啲咁樣嘅滋味，係咪？飲嗰杯茶嘅時候係有啲心情情緒會湧現嘅嚇，咁阿大金仔，你唔好以為咧就講兩句咧就可以壓得住阿媽咪教女嗰個心情，係啊，或者老豆啦，或者爸爸。不捨得個女嗰下嗰個情緒，即如果身為我是一個大冚者咧，咁我會係俾佢哋出嘅呢一下，我俾佢哋出，但我當然適當時候表露咗，冇得咁低㗎呢一個情懷嚇，你俾佢出咗，當然適當時候咧，你要帶翻佢回翻去喜慶嗰個位置，咁佢哋亦都好自然、好順暢咁樣。即係好開心咁樣飲咗個杯茶咁樣樣，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加上阿華姨喺側邊嚇，你會講啲咩啫？我真係好想知，好想知大家都。其實可能好經典嘅一句説話，但係講咗出嚟，可能個意味又會有少少感覺唔同咯嚇。咁阿華姨通常即係一定講㗎啦。飲個女婿茶，富貴又榮華。茶到口，財到手，健康財富樣樣有。即係之前我要俾啲掌聲先。你好明顯咧，阿華姨同我講嘢嗰種嘅講嘢嘅通啦，同一度做嘢嗰種咁有韻味啦，又有押韻啦，同埋咧咁嘅聲調啊高啲嘅感覺，真係會好唔同。呢個亦都係咧角色上邊要好知道自己做乜，就並唔係求其。因為我都試過咧，我以前細嗰陣咧，俾啲朋友掹咗，喂，你幫我做住大冚者，捧住個煲茶，諗住叫我講下呢啲嘢，我唔得，我做唔到㗎，因為你嗰個心態，噏嗰句説話咧，你唔係嗰樣嘅工種啦，或者你嗰個身份，你好難去做得好投入。就唔同阿華姨咁樣一路講啦，你見到肢體語言啊，同埋你嘅聲調咧，就去到嗰件事，其實係好開心嘅。同埋我覺得你依類嘅説話咧比較大方得體啲咧。我聽過有啲係即係唔知咩茶到口，咩錢到手啊，跟又唔知講咗好多一啲比較我哋叫俗氣少少，咁變咗係開心嘅，係笑嘅，但又好似冇咗種貴氣咯。都會嘅，都會嘅嚇。咁我哋大冚姐當然通常。都會希望設計一啲咧，大方得體嘅一啲説話去講啦，嚇，亦都唔會話擺啲明星上台啦，千個咁嗰啲啦，係啊，好多都係咁樣，笑下就算啦，自己人就，咁當然呢啲嘢睇到分別啦，咁啊，大冚者都有唔同嘅，我哋叫級數咯，或者係即係處理唔同嘅即係社會層面嘅，因為有班人可能真係中意聽嗰類嘅説話都唔出奇嘅，但無論點都好，最緊要揾啱你自己嘅大冚者啦。咁當然啦，咁啊喺呢個飲完茶之後咧，就要啦同新人啦可能離開佢哋嘅屋企啦，跟住去到呢一個婚禮場地。其實係咪你哋工作會完㗎啦？我哋會同佢順順利利咁樣入男家啦，嚇。咁入咗男家，亦都做翻一套入門儀式啦。入門儀式亦都會同佢拜天地嚇，亦都會做翻拜祖先、夫妻交拜嚇。咁跟住啦，咁同佢哋如果係安排食滿堂飯嘅，我哋會準備食滿堂飯。同我哋晏晝食嗰啲嘅飯有咩分別咧？
滿堂飯的意思呢，就其實就是說一對新人啦，新抱入門啦，咁是第一餐飯嚟嘅呢餐飯嚇，咁我哋有個稱呼佢叫做叫滿堂飯，係啦，咁啊最好咧準備到有九個餸啦嚇，咁長長久久嘅寓意啦嚇，咁啊食咗嗰餐飯之後咧就一家人啦咁樣樣，係啦係啦，咁啊食完滿堂飯咧基本上就可以咧稍作休息嘅。咁但我想知道啦，一般嚟講，香港呢一個結婚嘅程序都好緊密下噶嘛，基本上朝頭早完咗之後啦，就噼噼淋咁，又可能咧要去到註冊場地等等。其實你話滿堂飯能唔能夠即係係幾經常一啲新人安排到嘅一個嘅午飯嘅時間咧？盡量佢哋安排食嚇，盡量有呢一個滿堂飯，你可以簡單啲食法都得嘅。咁你可能六個餸啊，或者簡簡單單啊，即係自己一家人咁樣坐埋嚟食飯啊，咁啊時間有彈性嘅，咁啊食完飯之後咧都會緊密㗎，啲時間係緊密㗎，所以你好多時睇到啲新人咧就好早出門嘅。係，好趕，我成日都係噼哩啪啦咁樣講嚟。好早出門，但係咧早出門得嚟咧，所有嘢要做足。這個呢就正正大禁者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幫大家呢將所有要做的程序或者禮節呢都提醒你們做到足。有時候真的我們年輕人呢都會覺得哎呀是難了，不夠時間了就不做了，但是就是少少那些的儀式都會影響到你究竟那個婚禮當中圓不圓滿，又或者可能啲長輩覺得足不足夠，這個大家要留意了。好了，吃完這個滿堂飯之後可以去到那個婚禮場地了。為什麼我會覺得呢，有些朋友會認為大禁者已經可以離開，有些人覺得夜晚都不需要你們存在，那是不是的？其實夜晚呢，早上早出門，有些老一點的長輩，即是說可能嫲嫲、爺爺那些，可能他會沒那麼早過來，也都有一些是或者阿姑婆、阿姑媽或者姑丈那些未嚟到嘅，咁咪夜晚會嚟飲噶嘛？夜晚嚟飲嗰陣時候，早少少嚟飲個杯茶，飲新抱茶嚇，咁都需要大禁者喺度咧，幫手招呼一下啲飲茶嘅，係啦係啦，咁亦都需要講下啲吉利説話俾一對祝福一對新人啊咁樣樣咯。我成日覺得有呢個大禁者喺呢一個婚宴嘅場地裏邊好安全嘅，因為實在太多唔同類型嘅親戚啦，甚至乎嗰啲親戚你可能第一次見，或者可能一年都見唔到一次嘅時間裏邊咧，總會驚得失佢哋嘅。咁所以咧，有你哋喺度做中間啦，我成日都話好嘅説話喺大禁者口裏邊講完之後咧，大家就好安心，同埋最緊要係長輩同佢哋自己嘅親友之間嘅關係都能夠叫貼金啦，即係起碼樣嘢都做足做好啲，令到大家都會安心。始終咧擺酒咧都係即係我哋叫做令到雙方父母啊、屋企人咧開心，同埋尊重佢哋嘅行為，都希望咧大家要細心留意。咁啊當然啦，即係阿華姨，咁其實咧即係做咗咁多嘅唔同嘅活動啦，當中裏邊有唔同嘅新人睇住佢哋出嫁啦等等，有冇啲令到你好難忘㗎？好難忘嘅咧就會開心嘅當然有啦，係嘛？大户人家個個都即係滿堂吉慶會有啦。亦都不乏一啲咧，係其實佢係想做得好好嘅，做得好大嘅。冇辦法地咧，佢係或者單身家庭，咁淨係得個爸爸，或者淨係得個媽媽，咁又或者身邊連爸爸媽媽可能唔喺佢身邊嘅，但佢亦都想好想做到自己咧，由佢嗰個婚姻開始。傳到落嚟嗰啲仔仔女女係美滿嘅，係咪？可能之前自己父母係離咗婚，但係佢想佢由佢開始咧，佢下由佢嘅下一代開始啦嚇，咁一路咧係圓圓滿滿咁樣樣咧，佢都會請阿大禁者翻嚟咧幫手嘅。咁好啦，或者有冇爸爸媽媽喺身邊嘅時候，邊個做嗰個長輩，將佢交俾新郎哥咧？咁就呢個角色咧就交俾阿華姨啦。哦，即係呢個都重責，即係出嫁嘅重責都會交俾你啦。係啦，係啦，阿華姨咧亦都做咗一個長輩嗰個角色咧，就將佢咧帶佢出房門咧，就交俾新郎哥啦。咁亦都祝福佢哋啦嚇，夫妻暢順啊，早生貴子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啦，咁樣。
其實能夠由一個全福人就帶領著你自己出嫁咧，即係有幾好嘅意頭啦，同埋個福分真的可以咧即係沾到啲，咁應該都要摸一摸，意思沾下你的旺氣。如果大家咧覺得，咦啊，喺自己婚禮嘅時間裏邊都需要揾一個大冚者，我同阿覺得阿華姨講嘅説話都好啱你聽，或者阿華姨同我好像很有緣咁樣啦，可能都想接觸個華姨嘅話咧，都可以透過佢嘅電話同網站揾到佢嘅噃。個電話就係93492966嘅，另外網址就 www.chineseweddinghongkong.com 嘅。咁大家就係上到去咧，更加了解阿華姨噶。今日唔該曬華姨，同我哋講解咗好多咧啲嘅大冚者裏邊嘅資訊噶。好啦，轉頭翻嚟嘅時間裏邊咧，仲有其他嘅婚禮資訊，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啊！一陣間見。可唔可以講下究竟你要做啲咩嘅先？咁首先講下呢一個嘅結婚之前啦，即可能會過大禮啊，或者之前要做啲乜嘢，同我哋嘅年青嘅觀眾又傾下。咁大家都知道啦。咁當一對新人咧去到談婚論嫁階段啦，咁當然即係我哋會係擇日子啦，擇翻個良辰吉日咧，咁大家做喜事啦，咁擇日子裡面咧，我哋會擇過大禮日子嘅。個大禮啊、安床啊、上頭啊、搬嫁妝啊，咁同埋咧結婚迎娶嗰一日啦，咁樣咁首先咧擲咗日子之後咧，一段婚事嘅開始咧就係過大禮啦咁好似睇到我哋台面上面噶啦，大家都會見到啦，有個禮金盒啦，禮金盒上面咧有禮金利是封啦有百年好合嘅。嘅禮盒啦，咁啊有雙喜嘅利是封啦，咁樣大家咧都見到有啲匾牌喺度啦，即係寓意佢哋咧長長久久啦，和和氣氣咁樣樣咧，你個夫妻和睦嘅意思啦。咁華姨，其實呢啲係好新鮮嘅事情，你其實咁其實過大禮使乜咁樣，即係咁樣嘢包住咪得咯？咁點解要做到咁有呢一個傳統嘅感覺？同埋咧每一件事咧係咪都有獨特嘅意思嘅？譬如話呢啲喜字嘅禮是封啦，咁同埋呢一個嘅頭先話講咗扁柏，係啦，咁呢個咧係好少見嘅一個植物嚟嘅，可唔可以詳細講解一下每一樣嘢嘅意思係點樣啦？咁我哋過大禮嘅意思啦，即係迎娶迎娶個女兒過門啦，係咪？咁我哋未來女婿啦，叫做咁都要一番誠意呢個係尊重同埋誠意嘅表現咯。咁就一番誠意咧，咁啊向你女兒咧提親啦咁啊送上大禮啦。咁當然我哋當中亦都會有椰子啊、生果啊、禮。餅啊、龍鳳餅啊、龍鳳粥啊，咁海味啊、酒啊，咁呢啲唔少得噶啦，係嘛？咁啊，浩浩蕩蕩咁樣送去女家嘅嚇。咁講翻呢度咧，即係有啲人又可以話做得簡單啲嘅。咦？咁我一封包羅萬有利是咪 OK 咯？聽得最多呢啲，聽得最多係嘛？係啊，包羅萬有利是咁。呢啲通常咧就係俾一啲比較唔願付出嘅人就點解叫唔願付出咧？好似係好方便喎，有時都唔明嗰啲又點解呢啲又要封叫咩名堂，跟住封嗰啲又咩名堂，搞到好亂啊！不如一次過一封搞掂曬啦，咁一封過簡單化咗，簡單版咁啊變咗好似咧去到咧咁啊喺個褲袋度牛仔褲袋度攞封攞利是，包羅萬有啊！咁啊想搞掂啦，想攞咗人哋個女翻嚟啦，咁樣樣係咪？咁其實即係都係講翻頭先，即係嗰個誠意嗰個問題咯，誠意同埋尊重咯咁當然啦，個女養咗咁大，係嘛？咁即係雖然即係話啫，嫁個女多個仔，係嘛？咁都希望俾啲親戚睇下、見下都開開心心，大家呢、這個。婚事的開始啦，大家開心心咁樣樣咯。其實我覺得都幾認同嗰個開開心心嘅感覺嘅，因為即係講笑咁講啲女仔話唔係喎，我其實我好想嫁嘅，我自己就走去即係嫁咁滯，但係都唔係呢一個問題，而係話有時咧係一個嘅即儀式啦，或者譬如起碼影張相，哇好多嘢喺度，而實物嘅就唔係一張利是，頭先華姨講話一個利是好似。
你冇咗個紀念嘅價值，同埋咧將來你嫁嘅時間裏邊咧，再大啲啦，同你仔仔女傾嘅時候，唔係啊，媽咪結婚嘅時間裏邊咧，喺、我做足曬所有嘅儀式，睇張相啊，每一樣嘢咧，可能對你將來嘅細路仔都係一個比較新奇嘅事情，亦都能夠將呢一種即係傳統嘅即係文化啦，能夠可以代代相傳啊。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真係唔好慳啊！即係雖然包羅萬有禮節真係幾方便，但係就真係冇咗嗰種開心咯，因為我相信就算譬如你送到去到即係女家部分咧，有咁多嘢擺咗喺度咧，大家都會有個開心嘅感覺，就唔好似就拎住張呢一個利是就利是封下，我 OK 啦，包羅萬有噶啦，俾咗你噶啦，我咁樣樣。咁所以呢個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同埋譬如頭先講過啦，即係呢啲類型嘅扁柏，呢啲嘅一啲嘅植物啦，其實相對地都有啲特別嘅意思嘅，係嘛？嗯，都係一個祝福啦，同埋有少少催旺新人啦，嚇。辟邪啊咁樣樣咯，因為其實都好重要㗎，同埋我知維醫好好啊，今次特登咧買佢翻嚟咧，係呢個好新鮮嘅呢個，好新鮮㗎，好新鮮就翻嚟，大家可以見到咧個扁柏裡面咧見到好多籽啊，係啊係啊，我啱想話點解同一般我見嗰啲好唔同，因為一般見咧通常就淨係得啲葉，因為好多籽係咪講緊年生貴子嘅意思啊？寓意緊咧就係年生貴子啦，咁啊有仔有女啦，係咪？大家可以睇到咧，好緊要呢個係啦，我哋擺過少少呢個，好靚。我可以幫拎住俾大家望一望啦，咁呢啲有啲籽啦。其實相對地咧，喺呢個扁柏裏邊，一般我哋見到嘅係啦，呢度啦，見唔見到啊？有啲籽喺度，咁啊連生貴子啦。其實好多嘢啦，我相信最大禁忌嘅時間裏邊咧，要去處理嘅啫，就係令到所有嘅事情都係十分之吉利啦，同埋有好嘅意思啦。呢個就係你哋最主要的工作啦。咁其實除咗頭先講嘅過大禮之外啦，有冇之前都需要啲事情要大禁忌幫手㗎？其實有的，譬如安床啦，安床大禁忌亦都幫到手啦，係咪？咁安床嘅意思係咩咧？就即係話寓意安咗床之後咧，對新人咧就事步高升啦，亦都希望咧床都係一個繁衍子孫嘅地方啦。咁啊，望佢哋咧就早生貴子啦，嚇添子添孫啊，有仔有女咁啊，即係老人家又開心，自己又開心啦。這個也很重要，但我經常在腦裡面最經常有個畫面就是有小孩跳咯是啊這個興不興的呢、都有的，我盡量跟新人安床我都會叫他們安排兩個小朋友是、最好呢有仔有女啦，是吧，我們鋪了張龍鳳床龍鳳被之後呢，安排兩位小朋友在床上跳啊跳跳跳旺張床他、越跳越興奮，是啦，哦，這個都是一些的寓意啦，是啦，那早生貴子，子孫昌盛，這個也很重要，當然啦，這些呢，很大部分呢，你會聽到呢，很多時候都是父母更加開心的東西，因為大禁忌我覺得是幾個橋梁，就是新人和雙方的父母呢，中間裡面一些禮節上面的提醒啦，又或者你協調兩方面的家人，因為始終啦，新的一輩的朋友呢，有時對一些禮節或者一些老人家很著意的東西呢，可能就會比較就看得比較輕一點，但老人家不開心，有時做少了，可能之後呢，作為未來的新抱啊，你就麻煩了，因為講成世就是講這些東西，所以有時真的要少少部分裡面呢，不要省了，要找一些專業的大禁忌，他們給你一些意見你去處理，當然實際的情況可能譬如床啊那些可能未必，咦，我真的找不到小孩子跳，或者未必實際你處理，但是可能呢，或者你們都會有一些意見，可以又有吉利的意思，但又可以就著實際的情況而慢慢我們叫做去協調的，是會因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要求都會有些不同，是吧，那我們會有一些意見提出或者給意見對新人的，他們通常都很接受，通常都很聽話的，是的，聽話不行的嘛因為有些什麼事影響到婚姻就不好了，是不是，當然了，除了在這個婚禮之前聽到大禁忌要做些什麼之外，結婚當日辛苦你們了，由朝到晚了，那可不可以簡介一下其實你們當日裡面要做些什麼工作的呢？結婚那天就開心了，咁啊一早咧，咁啊姑娘啦嚇，咁啊係新娘子喺度化妝之前咧，大金姐咧已經嚟到咧就打點茶水噶啦，打點茶水睇下嗰日誒斟茶啊、蓮子啊、紅棗啊準備好未啊咁樣樣，當然適當時候情緒表露咗，冇得咁低噶呢一個情懷嚇，你俾佢出咗，當然適當時候咧你要
帶翻佢回翻去喜慶嗰個位置，咁佢哋亦都好自然、好順暢咁樣，即係好開心咁樣飲咗個杯茶咁樣樣。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加上阿華姨喺側邊嚇，你會講啲咩啫？我真係好想知道，想知道大家都。其實可能很經典的一句說話，但是說出來可能意味又會有一點感覺不同咯、啊、那華姨通常即是一定說的啦，飲個女婿茶，富貴又榮華，茶到口，財到手，健康財富樣樣有，即係我要俾啲掌聲先，好明顯咧，阿華姨同我講嘢嗰種嘅講嘢嘅通啦，同一道做嘢嗰種咁有韻味啦，又有押韻啦，同埋咧咁嘅聲調啊高啲嘅感覺，真係會好唔同。呢、這個亦都係咧角色上邊要好知道自己做乜、嗯，就並唔係求其。因為我都試過咧，我以前細嗰陣咧，俾啲朋友掹咗，喂，你幫我做住特勤者，捧住個煲茶，諗住叫我講下呢啲嘢。我唔得，我做唔到噶，因為你嗰個心態，揾噏嗰句説話咧，你唔係嗰樣嘅工種啦，或者你嗰個身份，你好難去做得好投入。就唔同阿華姨咁樣一路講啦，你見到肢體語言啊，同埋你嘅聲調咧，就去到嗰件事，其實係好開心嘅。同埋我覺得你依類嘅説話咧比較大方得體啲咧。我聽過有啲係即係唔知咩茶到口，咩錢到手啊，跟住又唔知講咗好多一啲比較我哋叫俗套少少，咁變咗係開心嘅，係、笑嘅，但又好似冇咗種貴氣咯。都會嘅，都會嘅嚇。咁、我哋大感謝當然通常都會希望設計一些咧，大方得體嘅一啲説話去講啦，嚇、啊，亦都唔會話擺啲明星上台啦，有千個咁嗰啲啦，係啊，好多都係咁樣，笑下就算啦，自己人就，咁當然呢啲嘢睇到分別啦，咁啊，大禁者都有唔同嘅，我哋要吸數咯，或者係即係處理唔同嘅即係社會層面嘅，因為有班人可能真係中意聽嗰類嘅説話都唔出奇嘅，但無論點都好，最緊要揾啱你自己嘅大禁者啦。咁當然啦，咁啊喺呢個飲完茶之後咧，就要啦同新人啦可能離開佢哋嘅屋企啦，跟住去到呢一個婚禮場地。其實係咪你哋工作會完㗎啦？我哋會同佢順順利利咁樣入男家啦，嚇、啊。咁入咗男家，亦都做翻一套入門儀式啦。入門儀式亦都會同佢拜天地嚇，亦、都會做翻拜祖先、夫妻交拜嚇。咁、跟住啦，咁同佢哋如果係安排食滿堂飯嘅，我哋會準備食滿堂飯。同我哋晏晝食嗰啲嘅飯有咩分別咧？滿堂飯的意思呢，就其實就是說一對新人新抱入門是第一餐飯來的，這餐飯、我們有個稱呼它叫滿堂飯，最好準備到有九個餸、長長久久的寓意啦、吃了 那餐飯之後呢就一家人了樣、吃完滿堂飯呢基本上就可以呢、稍作休息的。但我想知道一般嚟講，香港呢一個結婚嘅程序都好緊密下噶嘛、基本上朝頭早完咗之後啦，就噼噼林咁，又可能咧要去到註冊場地等等。其實你話滿堂飯能唔能夠即係係幾經常一啲新人安排到嘅一個嘅午飯嘅時間咧？盡量佢哋安排食嚇，盡量有呢一個滿堂飯，你可以簡單啲食法都得嘅。咁你可能六個餸啊，或者簡簡單單啊，即係自己一家人咁樣坐埋食飯啊，咁啊時間有彈性嘅，咁啊食完飯之後咧都會緊密㗎，啲時間係緊密㗎，所以你好多時睇到啲新人咧就好早出門嘅。好趕，我成日都話噼哩啪啦咁樣講嚟。好早出門，但係咧早出門得嚟咧，所有嘢要做足嚇，咁啊到阿新郎哥上到嚟迎娶新娘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幫他安排那個敬茶啦，嚇、啊！我哋亦都會同佢做一個中式禮儀嘅，中式禮儀即係講緊嘅係咩咧？拜天地啦，拜天地，除咗喺呢個古裝片會見到佢哋拜天地之外，我哋現代人點樣拜天地咧？我哋現代人啊，我哋嗰套拜天地咧就一拜天地咁樣咯，係啦，即基本上佢哋喺屋企人前邊做嘅。我哋會有一張叫做天地桌嘅，天地桌上面咧，我哋會擺龍鳳燭啦，對龍鳳燭啦、龍鳳餅啦、花啦、生果啦，即係好似我睇啲古裝片咁。係啦，其實真係差唔多嘅。你諗翻起咧，真係我哋
講緊啲粵語長片。係啊係啊係啊，係嘛？即係嗰個蠟燭咧，一對龍震下咁啦。係啦係啦，咁啊三杯茶啦，嚇咁啊，加上大冚姐，係啦，最叻就係大冚姐打口啦。喺呢啲時間裏面一定要出場噶，呢啲我一般人辦唔到噶。頭先你嗰下一拜天地咁咁嘅氣勢，我哋好難做到噶。除咗拜天地之外咧，跟住第二個步驟係點樣咧？嚇咁同佢誒行完呢個中式禮儀，拜天地拜祖先啦，咁啊向雙親敬啦，係咪敬雙親啦？然之後咧誒，阿華姨咧都會玩翻好似有少少復古嘅味道咁樣，佢同佢哋咧夫妻交拜嘅。係啊，呢個係好緊要嘅夫妻。咁以前咧嗰啲畫面咧就有笠住個頭啊，跟住拎住嗰個即係繡球之類，跟住就咁樣一齊咁樣。咁啊即刻大家咧好似墮入咗喺嗰個傳統嗰個氣氛裡面咧，就係、是、誒。相當是值得回味的。其實我想知道，即是你過往裡面都曾經幫不少的新人做過這個儀式，大家有沒有很興奮的？興奮的，即使是一對新人當然興奮，連周邊的爸爸媽媽見到，婆婆嫲嫲爺爺見到，姨媽姑姐阿舅父他們，兄弟姊妹全部是人，是一齊喜慶洋洋的，是滿堂吉慶的。其實這件事我們也是希望做得到的，滿堂吉慶嘛，係嘛？唔係淨係你兩個人嘅事，其實係整個家族嘅事咁樣樣。因為呢個畫面咧，除咗大家喺我腦裏邊記住之外咧，你而家好興 video 噶嘛，你都將佢錄低咗，慢慢可以細微。咁好多時你都明白，家庭嘅成員都咁上下傾偈，犯罪嗰陣傾啲咩啊？都係傾呢啲嘢嘅啫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少咗一啲嘅步驟，或者做得唔夠傳統嘅話咧，你唔會知道你其他嘅親戚會點諗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咧，亦都會令到咧啊新人點解咁著重揾大冚姐，因為可能知道長輩屋企人附近啦，咁都會有一啲唔同人有唔同嘅要求，最好做足就包冇錯啊嘛，係咪？係係。最緊要開心嘅成個過程，我聽到都覺得好興奮喎！呢個夫妻交拜，我嗰時嫁嗰陣都冇做啊，咁變咗係一個即儀式咧。我係原來做咗，你嗰刻未必會覺得。即係好大好大好大興奮，但你冇做咧就爭一啲嘢，咁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啦。當你籌劃緊你自己婚禮嘅時間裏邊咧，呢啲嘅傳統儀式會唔會喺你結婚嘅時間裏邊都會做翻咧？好啦，當咧處理咗呢一個即係夫妻交拜啊，處理咗之後咧，咁我都敬茶噶咯喎，敬茶又係咧大冚姐最叻嘅地方，一攆嘴可以講咗好多好吉慶嘅説話，我覺得懷疑你要表演一下咯。咁啊未必話真係太多會講得好長嘅一番説話嘅，咁大家因為當時咧，爸爸媽媽飲嗰杯茶咧，大金仔其實都知道，大金仔其實都感受過呢啲咁樣嘅滋味，係咪？飲嗰杯茶嘅時候係有啲心情情緒會湧現嘅嚇，咁阿大金仔，你唔好以為咧就講兩句咧就可以壓得住阿媽咪教女嗰個心情，係啊，或者老豆啦，或者爸爸。不捨得個女嗰下嗰個情緒，即係如果身為我是一個大冚姐咧，咁我會係俾佢哋出嘅呢一下，我俾佢哋出，但我當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夢想成婚》，我是主持 Amanda 霍彩玲。講起結婚咧，中式嘅禮儀梗係唔少得噶啦。咁所以今日好開心咧，請嚟咧阿華姨同大家傾下偈嘅。Hello， 華姨你好啊。Hey， Amanda 你好。嗱，頭先講過啦，結婚嘅時間裏邊咧，我哋作為咧中國人咧，好多一啲嘅即係結婚裏邊嘅禮節咧，絕對又唔少得。不過呢家年輕人咧，好多時候都唔會太熟悉噶嘛。咁其實我想問一問阿華姨，其實呢家香港裏邊咧，大部分結婚嘅人係咪都係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做呢啲嘅即係中國嘅傳統儀式噶啦？跟住而家嗰個潮流嗰個趨勢啦，咁好多年輕人咧都中意翻一啲傳統嘅禮儀嘅。咁呢個都緊要嘅，因為我相信除咗佢哋自己可能想試下之外咧，屋企人都有需要噶嘛。但係麻姨，我知道你咧喺呢個行業做咗好耐啦，呢個大冚姐裏邊咧都好出名噶啦。咁我想知一知，其實你做咗幾耐嘅時間啦，同埋當中裏邊係咪一旁就係做大冚姐噶？我做咗有七八年嘅啦。係。係啊，係啊。咁我一入行咧就係、是、都係
之前上一代都做開啦。咁啊，個天又俾福我添多個孫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天意俾我去將呢個行業去發揮咯，發揚咯。嗯，頭先你講過咧，你又添咗個孫啦。咁有啲人會覺得，咦，其實咧做呢個大琴者咧，係咪需要呢一個哇好有福分啊，又要屋企齊齊整整啦，兒孫滿堂啊，家庭關係好良好啊，甚至乎四代同堂啦。咁華姨可唔可以講下咧？本身其實你個背景係咪咁樣，或者對呢一方面有咩睇法咧？嗯，其實你都講得幾啱喎 ，Amanda。嚇咁誒嗱，講翻我自己本人啦嚇，咁我就係四代同堂嚇，咁啊四代嘅意思即係上有高堂啦，夫妻和睦啦，有兒有女啦，咁啊添咗孫啦，咁啊數緊嘅係四代咯，咁就四代同堂，咁啊其實就即係所謂嘅全福人啦，咁啊亦即係我哋一般叫嘅好命婆啊咁樣樣，係啦。其實咧能夠成為好命婆咧，首先真的很不容易的，因為真的要，尤其是可能華姨你的年代，那時父母的年紀都不小了，變成有很多人可能他自己的婚姻上面能夠維繫到，也很不容易了，跟住自己的仔女到時有埋孫真的十分之不容易，也都是為什麼那麼多大户人家呢都有時要求呢這些大琴者需要呢就是一些好命的人士去幫他們的家人就擔當這個大琴者，希望將這份福分呢就遺傳下去的。剛才提過你說過你剛才不是你家人之前也有做開這個行業，就是你繼承了這個家的工作，會不會其實也都當中裡面有很多的禮節啦，又或者忌秘忌啦，都可以能夠傳到給你呢？會有的，會有的，哈哈。咁至於禮節方面呢，咁譬如以前來講呢，可能是講回回門咧，可能會係著翻褂會翻回門嘅。咁但係而家現一代咧，我哋唔會著褂噶啦。咁我哋會換便服啊，好似翻外家咁樣樣嚇。咁啊著翻件整整齊齊嘅禮服啊，咁樣樣翻屋企就可以嘅。其實這些都很重要，同我相信因為你上一代都是做這個行業，對很多新人來講都是信心的保證來的，因為起碼你很熟悉先，因為很多時候一些傳統的禮儀因為時間過去很多時候都會失傳了，又或者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特別地留意，變成可能你現在都做的不過就不得齊全咯。我當然很想問一問華姨，其實結婚的時間裡面有分結婚當日和結婚之前都需要大琴者的出現。